容祖儿呢日举行八月嘅演唱会记招，不过佢就唔小心病咗，仲笑自己把声变咗靓坤添。呢轮真系飞得太密，所以就真系体力不支就病咗咯。咁我但系我觉得而家病咗咧，好嘅，清一清个底，嚟紧八月咧一啲事都冇，龙精虎猛。哇！今次咧其实系我咁多年嚟咧。即係好耐冇試過睇演唱會請嘉賓，今次一定會希望帶到一啲我嘅好朋友啦，上嚟同我分享呢個喜悦啦。呢次係入行20周年第十次開演唱會，仲破紀錄喺紅館度連開18場啦。為咗歌迷都可以買到飛，呢次就有特別措施打擊黃牛。係啊。其實我都很開心，因為大家即對於這件事都很重視。我公司就好像是不設那個售票處買票一定要上網買，還有是演出之前的14日拿票。我希望在這件事裏面盡量可以抑制到那些這樣的衰皇后，還有可以令到真的想看我的show，可以真心支持我的歌迷來到看到。我很希望入場看我的歌迷都是由小看到我大，真心是支持我的，而不是說找個節目來香港，就是開心一下那種感覺咯。